桂花飘香，十里传香。桂花是一种非常香的花卉，开花之际满院都飘香，而且桂花的香是那种清香类型的，香而不腻，非常好闻。普通的桂花花香并不是特别的大，而如果是那种流苏树苗嫁接的桂花，花量就特别的大，比实生的国花大5倍不止，花朵一串串一簇簇，非常的好看。